师傅传授刀法，干烧白带鱼超入味。来到这个重点很重要，入味程度就靠这个了。最主要的动作就是让鱼的部分这边先做一个入味的程度。下锅的油温差不多170度左右。哎，这样搞得很像那个大菜里面的鱼。今天晚上6点，33厨房。